好，欢迎翻嚟《拍案叫绝》嘅第二节《动漫无双》，奇雕四座啊 ，Battic Looks 啊，前半季即系大家嚟讲系最难挨嘅一段时间。即系老实讲，我大家都明白就系5 PD 嗰啲作品咧，前半段咧都系比较平淡，你需要一啲耐性去。攞咗前半段嗰個概念，嗰個背景。嗱，但係嗱，我唔計遊戲啊，遊戲可能真係好有背景，好有啲設定嗰啲嘢嘅。但係至少動畫裏面，我係睇到咩呢？男主角咧就傲嬌，女主角咧就 Kai 嘅。熱血 Kai， 佢唔係熱血，佢嗰啲係 Kai， 佢嗰啲係。我同意。咁然後跟住你加埋幾個騎呢蘇咁樣喺度，即係都。搞個學部囉。嗰幾個都好少少，嗰幾個即係嗰兩件，即係起碼真係打做機械人都係實際上功勞都係佢哋嘅，嗰啲人根本上唔關事嘅，前兩者嚟講。你唔好講，如果你咁樣講呢，女主角其實精神領袖嚟㗎啦，真係。真正嘅精神領袖喺個故事裏面其實係男主角囉。男主角唔係老豆手嚟嘅咩？男主角係見將所有人嘅關係連結曬喺埋一齊。嗱蕭法勞有求於佢，因為佢想同佢組隊。去打呢個世界賽，而阿神代因為想佢揾揾呢個作弊者，而另外順和，因為都係男主角嘅關係而入呢個會，同女主角有咩關係啊？你好簡單，男主角向女主角，所以所有關係去曬女主角咯。但女主角咧就命令男主角，我而家要揾人，我而家要做機械。一個商業道理，找緊你嘅下線，下線會幫你找更強嘅下線，係咪好有道理啊？唔係，通常個大佬唔使做噶嘛，叫啲靚嘅。啱啊，精神領袖實際領袖咯。呢啲咪典型老小會咯。你明唔明啊？冇問題啊。即係你好合理，所以你嘅上線係唔需要做嘢，上線只要個下線做嘢，下線個下線就會做嘢。上線就命令下邊做嘢㗎啦。咁啊，當然你話故事可能我第一個機械人一號失敗咗，失敗啊，要整抹套咯。即係咧，其實咧，作為一間即係話，哇，我要投資人做機械人啊，揀佢哋原因係咩咧？我真係完全唔知道。即係除咗因為嗱佢老豆啦嚇，佢老豆擺明係依、這個徇私啊啦，可能係，然後跟住就話哦，你揾佢哋咯。但係見住嗰個咁嘅騎呢蘇機械人，但係最大問題揾佢哋。唔係我懷疑係咪其你最大問題嗰、那個咁嘅部門。去找一個人一堆人做機械人，你會不會找學生去做先？唔係，天王子小姐佢咁講，我哋好多個案，唔係好多 project 啦，但睇咗之後發覺，你哋幾好嘅係，跟住就揀佢哋嘅係。但問題我哋聽到其他部係咩嘢？咁我當其他部就可能真係好肥力揾乜嘢啫。唔係嗱，我唔清楚，至少喺個細博裏面咧，嗰邊嗰啲機械人咧，以佢哋嘅成品嘅質素咧。肯定好過佢哋第一。嗰啲唔係冇錯，嗰啲機械獸啊 ，DG 機械獸嚟嘅，就唔係機械人啊。佢揾機械人啊嘛，咪啱咯。喂，佢連機械獸都做到做機械人，我相信唔難咯。喂，而家破就支援做機械人，咪做機械獸啊嘛，明唔明啊？冇間廠做機械人，得佢做機械人揾佢哋間學生咯。你其他廠嗰啲都係機械人，唔係都有機械人㗎，都有機械人。喺個細博都係二足機械人嚟，都係有二足機械人喺裏邊嘅。你睇下最尾嗰個幕俾人炸爆曬嗰啲，全部都係二足嘅人嚟嘅。咁你去到嗱，好啦，劇情依個位咁，跟住話揾啦。我依段劇情我最唔滿意個位係乜嘢咧？就係、是、到跟住話，其實咧，我哋想你做個新嘅機械人出嚟嘅。跟住咧，阿秋慧就好反對呢樣嘢啦。經過咗失敗，好老實講，我當你一個硬固執嘅人。即係老實講，重做。你照樣應該話，你就算重做，我係想照翻個設計圖去做，因為而家有資金啊。你之前嗰個沙落嘅，咁你做出嚟，你明顯你知道係依個係失敗品嚟㗎啦。你仲要堅持喺個失敗品嗰度，我覺得好扭計咯。呢樣嘢係真係，佢的而且確係咁嘅性格人嚟㗎。但係即係你要明白就係佢一直都係話。我因為一直跟住之後就強調就係望住幅設計圖，我真係好有記性咁，一個36、24、36嘅嘢，我真係完全唔接受到點解佢會接受到一個36、36係覺得話呢個機械人就係等於嗰部機械人，唔係話唔定部機械人識變形嘅咧。你唔好啦，你唔好用一個正常眼光去諗一個卡人諗嘅嘢得唔得咧？你可唔可以識變形，將條36嘅 U 變成24嘅 U？ 即係最終話接受咗話哦，好啦，咁因為男主角勸說話，哦，你究竟是想參加世博啊，定還是係純粹係想跟佢家姐個 plan 做個機人出嚟？係啦，然後跟住佢就話，最妥協就話，而家做住二號先，之後我哋翻兜一號，十
細路仔啦，叫做真係。咁就跟住二號就係採用嘅方法就係、是、接衝嘅方法啦。外形係唔似嘅，但係咧當擺喺呢個 AR 嘅實體環境裏面咧，佢就會顯現出就係佢嗰部36/24/36出嚟啦。呢啲好明顯就麻醉緊自己啊，大佬。精神麻醉啊！唔係，即係至少叫做咩啊？都做到，即係喺佢個角度嚟講都話，哦，都叫做實現到，不過唔係。如果實現嘅話咧，其實係連支架都唔使嘅，就咁用嗰個虛擬。得，你話下機械俾咗一個實物機械，識得幾多嘢？唔係，冇咗細路仔啫。佢連咁樣都變咗出嚟嘅時候，我相信冇支架都 OK 嘅應該。唔係，同你有隊長講，你要朱古力啊，朱古力喺度啊，朱古力喺度啊，啊，好開心，好開心，咁啫嘛，真係。咁然後跟住你話呢度呢一節咧，其實咧同前半季嘅做法一樣。嗯。軍刀報告，軍刀報告，個機械人完成咗啦。冇問題嘅，有啲咁行。你明唔明啊？完成係好快嘅一樣嘢。啊，女主角落 order 俾男主角，男主角就落 order 俾下面三個人做嘢，跟住佢先做軍刀報告啊嘛。錯啦，你嗱呢一節裏面咧，唯一你話有討論過機械人嘅做法就係、是、咧，不過都唔係討論嘅，就係、是、個動力源。就揾呢個所謂嘅丹尼子，係喎，丹尼子嘅電池，舊嘢喺天空跌落嚟㗎啦，跌咗龍珠，跌死你住佢，跌咗龍珠落嚟 ，OK fine 咁樣可以實現你一個快啊嘛，大佬，冇跌死。我當你，唉，算啦，我已經唔理呢樣嘢啦，我唔知舊嘢點樣跌落嚟。我諗住係咪外星生物過嚟？舊嘢同個故事係有咩關係？我其實係佢舊嘢跌落嚟嘅時候，我喺度諗緊個舊嘢同背後嗰個去 final 嗰個 answer 或者背後嗰啲陰謀有咩關係？是不是這塊東西就可以實現到二足步行機械人的條件來的呢？你怎麼知道？不是啊，你都不會有這塊東西在手。記得 Heroman 開頭說外星人出生之前是啲神秘物質從天而降的嘛，那我說死了，外星人殺到你了，跟着上邊給一塊離單你給你整個機械先頂住外星人了就是。哦好啦，跟着這個整找到粒東西，然後跟着就說跟着我都說我不知道什麼來，跟着給個博士，其實我老實說 Dota 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來的，跟着就說我試下拎嚟做引擎啦，即係即係拎嚿咩咧？拎嚿類似蠶豆咁嘅物體，即係當然佢識發靜電啦，佢會識發靜電，但係話又唔解釋得。好老實講，喺我哋睇 5PD 嘅作品裏面，有一啲叫做好科學性，即係話科學未發現到嘅嘢，而佢拎咗嚟使用嘅時候，佢會好多嘅敘述。講一講理論，呢樣嘢究竟係咩嚟？而呢嚿嘢最後做咩嘢咧？首先。發現咗佢，我覺得佢係丹尼子嚟嘅囉。跟住阿蕭話諗啊，你應該覺得佢係丹尼子啊？唔知啊，個 AI 咁講咁，我咪咁信囉。跟住跟住話，我俾個有返啲工學理念嘅人去睇，跟住話，呢粒咩嚟㗎？唔知啊，等我 check 下啦。跟住 check 完之後，佢都最後都冇證實到呢粒係咪丹尼子。但係跟住呢，佢就話，佢問咗一個問題，就係話呢嚿嘢可唔可以做能量嘅引擎？然後跟住佢就話，唔知佢試下啦。跟住咧，到揾到一大量軍刀報告之後，跟住話。唔知道我拎嚟試下做人嘅，不過我將你切開咗兩份嘅啦，其實證明點切？跟住我就唔係嗱，點切都算啦，即係話可唔可以解釋下你係咪即係覺得佢係丹尼子，或者跟住丹尼子係點樣可以做引擎咧？你會覺得係即係話你點都會有啲理論啩？你會覺得係會冇不斷釋出能量啩？然後跟住仲犀利，然後跟住就係咩？切完兩嚿之後話其實兩嚿就唔係好夠咁樣嘅，跟住咧就話突然間個天跌咗好多。哇夠嘅大佬咩呀基建啊 ,EOST 機關啊明唔明啊真係外星人技術啊真係。真係嚴爆我覺得。即係話一個唔好告做引擎我切開咗兩個跟住做引擎咦呢個天又跌咗好多嚟咦跟住我個機械人可以做得喎咦佢可以二足行走喎嘩型咁爆我覺得。呢個仲係咪人類科技定話外星人科技我覺得我已經穿越咗 5BD 我應該會想睇嘅嘢囉 ,5BD 應該係講好多理論嘅嘢，即係就算你唔明白，你知道就話佢有一個實際嗰、那個理論架構，現實世界未必有呢樣嘢。唔係佢現實世界有嗰個理論，但係嗰個理論係一個假設性嘅理論。你嗰、那個佢係應用呢個假設性嘅理論去實現咗某啲嘢，你唔好理佢實現咗啲乜嘢。總之、那個理論話佢可能話這個理論呢我們如果這樣假設的話它是會產生了龐大的能量這樣的、而這個龐大的能量你說機會博士就說那應該可以實行二足步行這樣的那就 OK 囉、喂但你不要說都不說啊大佬不是還要連那些東西哪個飛下來的大佬會掉死人的大佬這樣你不要理啦你不要你再深做這些東西就死了你說因為開頭說那個丹尼子那個磁鐵那塊東西的
開頭諗住，因為嗰陣時軍島報告已經講到話太陽風暴嗰樣嘢，會唔會同太陽風暴有關咧？最終話俾你聽，其實件事係冇關係，因為嗰件嗰樣嘢假。而呢個丹尼茲點解跌落嚟咧？你唔好問點解，因為唔小心嘅啫。呢啲嘢咁邊個跌落嚟先？邊度唔小心？外星人啊，飛過唔小心跌落嚟啊！太陽風暴假嘅，我知咁佢解釋唔到啊，算啦，佢我都解釋唔到，好明顯有問題啦，劇本你解咩先？跌一粒即係粒，你話如果跌一粒落嚟揾石，咁點都有機會嘅，咁啱跌到主角。但係如果跌到好似落蠶筒咁跌落嚟，佢跌好多啊！佢話真係，我真係解釋唔到呢樣嘢。即係冇人搶，我得佢攞嗰啲。啊，咁最後翻屋企做到個機械，做到個機械人出嚟啦，可以參加世博啦，真係，哇，簡直係威威啊！仲飛過去。咁然後跟住過到去之後，然後跟啱啱中途裏面嘅事件就係講就係話啊，即係嗰套啊神代阿媽做嗰套機械人片啦嘅最後一集嘅喺網上部分片段，部分片段就放咗出嚟啦。喺網上面突然間流傳咗出嚟。咁然後跟住就係個結局就係 bad end 嚟嘅，就然後跟住個個都話哇，簡直係侮辱咗呢套神作。唔係啊 ，Happy End 啦，全部死曬幾開心啊真係。咁然後跟住話哇，呢個咁樣結局簡直係不知所謂啊咁樣嗰啲咁嘅嘢啦嚇，跟住就同埋就係、是、因為個故事裏面講話機械人暴走啦，咁啱就係因喺佢哋個世界嗰度都發生咗，因為太表稱就話係太陽風暴就令到影響啲機械人，令到啲機械人就全部就不受控制啦，就暴走啦。咁然後跟住就個個都怪罪呢套嘢啦，之後點解咧？唔關呢套嘢事喎，唔係即冇嘅，好簡單啫嘛。你套翻現實嘅，我哋都有實際例子㗎。當日本發生咗中學細路仔cut咗阿爸阿媽之後 ，school day 都唔俾播啦。嗯，即係一樣道理啫嘛。但係當然，但係你唔會怪咗爸爸媽媽。但係當然我哋即細，你會怪咗 school day 先？我哋梗係唔會怪啦。我哋覺得話殺得好。哦，等咁耐就係等呢集啫嘛。Nice ball。即係但係喺佢哋即係你 OK 翻啦，即係你我唔知啦，即係佢哋覺得話都係呢套機人片嘅錯咁樣，但係你要忘記就話你可想而知道網民嘅力量，呢套機人片十幾年前嘅作品嚟嘅，應該你稱讚佢預言到今日發生嘅事喎，應該係係咯，你應該讚話哇呢最後一集唔俾嘅就係因為又係機關嘅陰謀，佢哋係唔想俾咁多人知道呢件事。咁 that's why 就佢哋做咗機人，因為個 AR 就係本身係嗰套作品嘅外觀啦，咁樣當然係令到就係、是、唔係好受歡迎咁樣啦，好似係仲要網民圍插嗰隻囉，係啦，就話點解要做啲咁嘅嘢，即係套另嗰個冇咪好囉咁樣嗰啲嘢啦。咁嗰度其實件事呢度其實呢一直嚟講件事都唔係話去到好特別好轉，因為佢跟住已經將條故事線轉移咗，就係話佢家姐，同埋就話佢家姐個上司嗰度就好似依度我其實做得幾成功嘅。開頭嗰個位置好做到係佢上司係幕後黑手咁樣，咁原來跟住佢原來跟住話原來其實我係拯救世界嘅大英雄嚟嘅，其實我係。其實呢個問題喎，如果以軍島嘅能力可以控制曬佢啲人咧，其實上司嗰啲死硬先嘅係，即係上司冇事可以係。你當因為有機關保護啊？亂知啊？唔係首先喺個嗰個段落裏面阿君島控制佢家姐，係你唔知佢點控制佢？用機械害咯，用機械害咯，你見唔係佢家全身咯？唔係佢家姐俾機械害。機械害係冇問題嘅，係佢家姐係會隨機械害。咁當然你話因為係。阿君島即係我哋之後嘅故事之後，阿君島精神虐待佢啦，係咁樣就話你試下唔咩啊，咁跟住我就會對你唔知做啲放片咩，實在係高單真係類似啦。即係呢樣嘢令到佢家姐受佢控制，咁點解就話可能即係佢精神唔到攻擊嗰邊咧，佢又咁你唔好理啊，總之就佢控制到佢家姐，咁幫佢做好多好多好多嘢啦，做好多衰嘢咁啊，包括就係喺世博裏邊就係佢哋公司做嗰架四足定六足步行嘅蜘蛛啊，当你蜘蛛机械人啦、啊，八足机械人啦、啊，但其他冚唪都系二足机械人、啊。啱啊，正常咯、啊，佢摆到明就唔系战斗型啊嘛，正义朋友嚟噶啦，摆到明就邪恶机械人嚟噶。
喂，好合理，你真係做一個戰爭嘅兵器，你唔會用二足㗎嘛，大佬行得咁慢，你嘅四足啦，譬如衝過去開炮啦，真係噴射啦。唔肯定嗱，喺科技上我唔肯，我都唔敢肯定究竟二足快啲定還是八足快啲嚇。呢、這個我覺得睇馬力嘅啫，其實呢啲係馬力嘅問題。一百足應該快啲，五公應該快啲啩。嗰個係剪過嚟㗎啦，已經唔係行嘅。咁而跟住就阿軍島就其實佢實際上其實我唔係好知佢想做乜嘢。其實係咯，中意咯條友。唔係啊，其實佢毀滅世界對佢有咩利益咧？完全唔知道。佢唔係叫做咩好似咩九 S 咁捨棄咗人類身份做啊呢個電子界嘅代表。冇用啊！電子界嘅神，你真係毀滅咗世界，電腦冇咗電，咁你都玩完佢真係。咁唔知。唔係嗱，實際上嗱，應該呢度咧，去到呢度咧，就係因為個計劃，我哋要講翻軍島嘅。軍島佢又話咧，佢要毀滅呢個世界，但我唔知點解，即係話我都唔知點解要毀滅世界。總之我想毀滅世界。呢啲天才科學家你唔明㗎啦。疯狂科学家，咁跟住首先佢又话先揾咗阿爱理去做一个实验体啦，试下可唔可以虚拟一个人格出嚟啦。然后跟住佢死咗之后，肯定条友同矛盾又有啲关系，而家叮熟咗自己嘅脑，然后跟住将自己嘅人格复制咗到去呢个网络里边，肯定两个系有互相沟通噶啦，咁啊成为网络界嘅神咯，系啦，咁然后跟住佢就进入咗呢个叫做电子世界里边啦，即系佢嘅人格，不过佢就話佢自己都講嘅，佢真係將佢嗰一刻嘅諗法、整個嘅人同埋人整，即係嗰一刻嘅佢自己 copy 咗入去。跟住之後個電腦佢話演化其實話，最終咧其實咧，因為咧軍島報告裏面亦都冇，即係因為軍島報告係線人咁樣拎嚟。最終冇一份報告就係寫就係話點解軍島要做呢樣嘢，而最終就喺電腦程式裏面嗰個軍島咧就話其實。我都唔記得咗啦。我唔知叮熟咗嗰條友究竟點解要咁做㗎，總之我要咁做啦，你唔好問我啦。唔係，其實話唔係家姐嘅，如果係 copy 係 100% 啦，因為佢家姐波波波熟咗之後咧，就出咗波，跟住變咗咁嘅嘢啦，就我懷疑咁啦，係唔係吸緊嘅時候俾佢家姐波緊，所以佢競爭人類唔知啦，真係即係你大家嗱，我唔知我真係有冇睇漏，但我睇曬。成套裏面我真係揾唔到佢點解要毀滅地球。來到地球爆地球點解要。你我真係正式咁講，真係成套嘢又變快咗軍隊又最終 boss 呢故事亂晒啦，即係冇即係全鋪啲瀑布會扭晒啦。其實跟住呢就係、是、三百人協會係做咩呀，喂真係唔知㗎，原來其實成件事其實可以冇三百人協會㗎喎，因為都唔關事㗎，都唔知係三百人協會係咪虛構出嚟。我唔知其實山基嗰陣時係有冇講過類似三百人協會係做咩。有。讲乜嘢嘅？其实三民协会其实系阴谋论嚟嘅啫，好似冇实际摆台面嘅，即系个用途，个用途系唔实际唔存在咯。佢有提过一下嘅，但系喺山基里面就冇明确讲到三民协会有冇影响到个故事。但系跟住，因为你呢度咧，跟住就无啦啦咧，阿家姐个上司咧就话，佢都系代表三民协会，啊唔系佢唔属于三民协会，亦都唔属于军岛嗰边，佢系第三方势力，佢话佢自己系。咁啊，即系咩啊，大佬？推你个账啊！即系正义嘅朋友。正义咩啊？第三方啊，大佬。礼貌无面侠啊，有冇听过？唔系咁咯，正义嘅朋友。嗱，个因为故事里面都冇提到就系、是、家姐个上司，应该系凌驾于佢家姐。佢家姐可以喺被喺佢唔知嘅情况之下，仲喺 E 条友嘅能力，可想而知有几高噶啦，其实。然后跟住呢条友先见呢条友，跟住就话。最後都失敗咗，跟住佢家姐破壞咗世博大會裏面啦。然後跟住就話跌咗自己受咗傷，跟住話就突然間交給阿伯，同住嗰個世界嘅未來就交給你啦。我真係我呢個阿生，你要 call 做最 backup 啊？你邊度㗎？我翻泰國救係咁㗎啦。應該話即係嗱，喂呢套嘢裏面有一個好特別嘅特點，就係軍島認為男主角可以實現佢嘅計劃。食完佢嘅計劃，而跟住同樣嗰條咁嘅卡路又係認為就係男主角可以阻止到軍刀喎。嗱，唔係，我覺得未必係呢樣嘢。你試下代入佢嘅角度，佢幻想自己一個正義嘅朋友，佢幻想自己可以拯救呢個世界。當佢受傷，佢做唔到呢樣嘢嘅時候，突然間有馬喺你前面前行過，咁你咪拜託你救世界啦，就係咁簡單啫。
冇理由，真係下個球係有啲行個執朋友啊！我覺得你好請個世界，你請個世界你去得㗎，大佬。所以大問題啫。OK， 你交佢交咗個裝置俾阿男主角，跟住話呢個裝置可以阻唔知消滅嗰個軍刀嘅人格定乜鬼？係啦，消滅軍刀嗰個人格嗰、那個咁嘅嘢嘅，跟住就交咗俾一個咧中學生。最重要嘅嘢就係話你同佢唔熟，唔係都叫熟嘅，甚至就係、是、其實。你怕唔怕佢落唔到手嘅？其實唔係理論上，因為之前話，因為知道佢接咗軍刀報告書，都見到叫見過面，都睇到佢底嘅，都我當佢熟啦，真係唔熟嗰啲唔叫熟啊！唔係你唔係叫熟，你要明白就係、是、嗱，我當我哋先當種種假設性嘅問題啦。第一嗱，佢熟嗱，第一個條件成立嘅，佢熟佢佢家姐，咁然後跟住佢都讀過軍刀報告，佢相信佢可以掌握到某啲嘢。嗯前置條件 OK， 實行條件我哋跟住講，你淨係俾個裝置佢，然後跟住又話嗱，我俾個裝置你backup 啊，你自己搞掂啦，跟住最大問題就係話交通阻礙啊，我幫你唔到，翻種子島啊，自己搞掂啲嘢，你諗啦，作為一個新世界神。作為一個勇者，依啲問題，依啲咁少嘅問題，梗係自己解決嘅咯。我已經俾咗最關鍵可以拯救世界嘅鎖匙你，你仲想我點啊？唔係啊，喂，阿珊，你嗰、那個你見你嗰廠咁多機械人、白種人，你送部俾我都好啊，大佬，我跑翻去啦，你唔食咋？當然個理論都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佢俾咗個裝置男主角，跟住又話，萬一即係大家都知道男主角係淨識打機㗎啦。嗯，假設個情況就係本身軍島已經係。完全展開嘅行動就係翻去，總之都捉埋其他人嘅啦嘛。萬一如果捉埋阿神代嘅話咧，咁唔好意思啊，你個裝置咧就嚇嚇。佢真係捉咗神代噶，但係佢俾阿邊個幫？天王子，天王子幫佢救㗎。即係你依啲你唔肯定噶嘛，即係嗰條友咪神化啦，嗰條友即係話你俾咗個裝置一個唔適用嘅人，叫佢去揾一個適用嘅人，然後跟住中途又冇任何 support， 你俾咗嚿嘢即係話。佢直情係唔話俾你聽呢嚿嘢係咩嚟㗎，佢就話可以消滅到人格嘅，但係呢點樣用呢其實我未查到囉。唔係佢可能佢都知呢。唔係跟住話我裏面有本大概千零二千頁嘅說明書㗎，你睇完之後你就可以拯救世界。嗰個冇落嚟嘅，千零之頁冇落嚟㗎咋，大佬。睇完之後世界毀滅咗未唔知啦。咁 OK fine， 咁跟住男主角臨危受命，然後跟住就話拎住咗呢個呢份嘢，然後跟住就又突然間有好多人去幫助啦，跟住又要搭飛機返去，即係嗰啲人係完全唔知點解會幫佢喎，真係嗱。唔係嗰啲佢好似話係一個組織嘅人嚟嘅，但係應該係同天王子嗰個組織應該係同一個組織嚟，見天王子。天王子好似係國際，唔知嗰啲咩總之科學研究。嗰啲包明 FBI 嚟㗎，大佬佢你睇佢啲身手，佢絕對唔係一個就咁普通嘅員工咯。哇！然後跟住嗱。你話咧控制嗰度咧，係佢控制阿男主角，啊唔係佢控制阿秋慧家姐。其實咧，固然係喺心理同埋任何方面都已經征服咗佢啦，已經係。哇！大家唔好糟糕，其實糟糕係已經完全征服咗佢整個人。可唔可以唔好用啲字？咁係喎，完全控制啦。但係問題嚟啦，係佢點樣控制真正嘅愛你咧？我真係完全諗唔到。唔係，愛你係一個完整嘅純正嘅人類，佢冇帶任何嘅機械裝置。唔係，佢有啲回憶，佢睇到其實佢幫佢嘅時候，其實係一個好，但係軍島喺嗰陣時係一個好正常嘅人嚟噶嘛。我諗係嗰種會。唔係，佢嗰陣時係去到機場嗰一下，阿愛你拎住支槍，面對住佢哋嗰陣時，跟住我拗頭咯。喂，呢個人嚟㗎喎，我又唔見有啲咩意志，你唔係你支槍係 Psycho Pass 嗰支槍嚟㗎喎，可以控制個人咁犀利㗎喎。唔係你見返前面，就算你話阿神代佢啲同伴都係精神控制，都有咁嘅事發生，即係我唔知佢用咩方法控制，總之佢可以精神上控制你就會唔會同首歌有關呢？即係佢播完首歌，其實首歌洗腦嘅嘢，會唔會有啲咁嘅嘢？嗱，如果咁樣冇可能啦，洗腦講緊係單一指令啊嘛，同埋佢係唔會，佢只係洗嗱，我暫時喺我認知嘅你裏面啊，點樣洗腦都係一個單一指令啫，而佢跟住佢嘅行動都係會根據佢嘅行動噶嘛，佢唔會突然間去到之後突然間個幽靈話，
你等等先，等我講埋嘢你先好寫啊。嗱，即係呢啲跟江湖規矩係嘛，大魔王未講曬自己計劃，唔可以寫資料彈出去㗎嘛，大家明㗎啦。即係趁有時間講啦。唔係，即係攞咗個咁複雜嘅資料俾佢係嘛？仲要俾人拍曬面、拍曬片、擺曬上網嗰段。哇！呢啲係咧，真係軍都講到話，真係完全可以控制曬整個即係個網絡，整個網絡。一段單身嘅 YouTube 片你放，你搞唔掂。仲要俾咩人放上網啊？俾個糖果公司老闆放上網真係。你哋好有錢㗎，好勁㗎，講完。有錢大曬啊！係啊，係喎。提起一樣嘢咧，究竟嗰首歌有咩作用？我唔識。阿書，我對呢首歌嘅認知，同埋套戲都冇講啊，咁就係咯，成套動畫好似都冇講首歌。我咁理解嘅首歌其實就係軍島，所以出前軍島出現附近就有首歌播，又可以控制到附近嗰啲電子儀器。呢、這個最合理解釋，呢個最合理解釋，但係即係行過就有首歌。係你見佢阿嗰個二姐嗰個家姐係咯，一撳掣就呢個家姐二姐控制。你打機戰都知道啦 ，boss 係有自己專屬嘅 BGM 噶嘛？啊，冚鬼 BGM 所以，咁你要揾食通幫手咯。即係話你聽到首歌咧，即係話佢哇大佬嚟緊啦咁啊！嗱，你見阿男主角冇接聽噶，跟住個二支個阿姨一撳掣接聽，就打嘢即刻就出事啦就。嗱 ，OK fine 嘅，咁然後跟住你話嗰、那個故事，跟住我翻到去啦，然後跟住就話、齊心合力咁樣去做一部新嘅機械，將 Mark One 唔係製造，佢將 Mark One 改造變成運動性點換二十段，係啊，可動嘅機械人，運動性點換二十段對付呢、這個邪惡組織嗰邊嘅八爪魚機械人，熱片都變咗機械人片啫。唔係依句咧，其實咧，我睇緊嗰陣時咧，我又諗起阿無懈講嗰句嘢，係。喺呢、這個我哋又係喺呢個某科電磁炮裏面，其實呢你整支大炮或者整架火箭或者整架坦克車呢，其實呢解決咗個問題㗎啦。點解要做個機械人出嚟？即係個機械人呢仲要好抵死喎。嗱個機即係佢哋做完個機械人之後啦，由出發由學校行去呢、這個火箭發射中心然後跟住呢當然大佬在那裡等緊啦，中途亦都冇任何阻礙啦。即係大家睇到嗰個機械人咧，唔需要機械人對機械人噶，你手上只要有招 rocket launcher， 向上射一射，唔使你射俾佢，佢搞掂啦，大佬。總之向佢任何一個部位射一槍 ，kia， 嘣一聲瞓低即刻。冇佢有射到噶，臨尾咪爆佢手。唔係你機械人，唔係機械人行到過嚟之前，即係你要話嗰班兵，跟住最抵死就係咩咧？嗱。佢哋成班人個機械人慢慢前進啦，然後跟住軍島嗰邊係明顯知道話，唔使理佢嘅，由佢嚟啦。就好似你前面幾多前一集咧，軍島控制曬一堆人噶嘛，有武裝有嘢嘛，但最後一集係唔見曬咯，點解？係呢個咯，係控制咗其他嘅設施 ，OK 翻，但係話我當你真係佢我超有自信，我覺得我個機械人好勁嘅。我部機二十段改㗎，你部嘢。係啊，咩機械人嚟到都會輸喺我部機械人手上。係啦，咁。我 OK 翻，跟住佢話咩啦？跟住佢又阻止咗一個裝置，就係話因為嗰邊機械人有實彈咁樣嘅，咁佢就可以發射實彈。跟住佢就話可以辨識呢個 AR 嘅裝置。咁跟住咧，我真係講句，做個機械人瞄準裝置，有手動噶嘛，大佬？有馬搭對你咯？唔係㗎，而家適應咗全自動化咁耐，手動嗰啲係完全瞄唔準嘅。冇理由行到你面前，你都要用電腦控制啊，大佬向前 shoot 一個飛彈咪得咯，真係。唔係，即係最簡單呢樣嘢話，喂，你去到呢個 case 裏面，喂，阻止嘅，喂，男主角唔係阻止你哋嘅唯一勢力嚟噶嘛？即係老實講話，火箭炮啊，乜嘢嗰啲嘢，梗喺度噶啦，大佬，喂，你唔該，好醜醜，喂，呢件咁嘅嘢，即係我衰啲講句。在機戰裏面機戰史上最垃圾的大哦波士機械人波士是波士機械人最快的嘛淨係得配我覺得波士機械人都勁過佢啊你明白波士機械人的運動性起碼高過佢即係呢條依部機械人嚟到 OK 哇一對一好嚴咁樣但係當然你要由嚴嘅方法呢你要由敵方個鏡頭望過去先會覺得好嘩真正機械人36/24/36對呢個白色機械人喎。既然唔係嘅你見到個36/36嘅機械人就攞住個電
打裝機嘅槍。打裝機係男人嘅浪漫 ,OK, 呢樣嘢返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喂我喺樓睇完係兩枚好勁嘅裝仔飛彈好勁啊下嚟講打裝機啊死啦你。即係玩劍即係呢樣嘢好簡單啦。阻止火箭發射最簡單係咩一支飛彈射過去。係囉我都有鎖定兩支飛彈射。飛彈你又唔裝。唔係話唔定佢喺地下爆更加慘呢唔係你都要有最後手段㗎大佬萬一支嘢射仗你可以射。好明顯嗰架機械人唔識飛㗎啦八爪魚嗰、那個佢空零㗎啫嘛佢空 D 㗎啫嘛佢最多係。陸地可能係 C 定 D 㗎我覺得係。咁喂呢啲咁嘅橋段呢如果火箭真係發射咗上去呢就會有班義勇兵呢就話我哋整咗隻翼㗎你衝上去啦咁樣。哦合體呀、啊、有機會飛過嚟合體。大家因為一開頭呢記唔記得呢第一集嗰時有一段呢咪一開頭已經講男主角好似坐住部即係都高達嗰啲吸煙咁樣呢坐住部機械人已經準備上太空咁樣㗎啦。即係當然你去到最終決戰見到嗰部機械人係好大落差啦咁我大家我都明嘅我相信都係。即係話原來最終改裝出嚟嗰部嘢都係頹嘢嚟嘅原來都係。咁佢哋嘅能力係差唔多係呢個水平㗎啦。哦，咁即都合乎現實。合乎現實囉。唔係喎但對面波斯可唔合乎現實喎部機係有異端變身㗎喎。射飛彈射唔中佢 ,OK 啦返啦咁我話你喔、哦、原來你有對抗手段嘅當然唔知點解唔用 Rocket Launcher 呢樣嘢我哋唔好再睇啦。咁但係 ,OK, 遠戰唔得打近戰。嗯。跟住近戰呢就係、是、兩把鏈刀對一把釘鎖機。呢個唔緊要跟住主角就靠佢呢個慢動作能力，時間緩慢中咁睇出嘅動作就係撳掣到後，唔好理部機人咧，即係上男主角嘅動作啊，唔好理佢住。唔係個機械人本身，即係你話呢度嘅，咁 OK 翻咯，我當你個機械人即係、雖然唔打得嘅，但係喐行前行後行左行右都 OK 咁樣嘅。靈敏先啦，最主要係。唔係嗱喺個畫面，嗱喺個畫面表現上大家見到啦，佢嗰部機械人叫做靈敏，佢嗰部機械人好過貓瘟先啦。咁、如果你邊個冇貓拎去嘅你邊個冇戰車去啦戰車打唔贏㗎嘛。呢個打唔贏啦手動㗎喎因為餅真爆你㗎啦真係。咁你 ,OK, 咁嗰度喔用慢係咁不斷用慢動作去迴避啲招啦。去迴避啲招咁樣啦咁你爆屍你超強啦係話你識爆屍咁樣冇邊有計㗎咋。個女主角唯一就係撳掣爆屍俾佢。喂然後跟住做到個危機出嚟嘩Ava 劇情上身，我冇帶電池啊，得翻五分鐘咋。我嗰下真係好想響 Ava 嗰個 BGM 出嚟嘅，你要明白。嗰下真係，但其實我覺得冇影響嗰套嘢，即係五分鐘，其實我覺得打十分鐘我覺得。哇，跟住犀利啦 ！OK， 我跟住打贏咗八，終於用呢個打裝機打敗。古鐵係冇得㗎。打敗咗真係，即係老實講話。大蜘蛛。機械人真係你屋企打裝機算啦咁打爆個機械人嗰個駕駛艙我諗住嘩贏咗啦然後跟住喔、哦、原來我識二段變身嘅然後跟住呢 HP 滿滿然後跟住嗰邊原來真係已經完全嘩嗰邊嗰部二足機械人對應返呢邊嗰二足機械人嘩我覺得話喂我想嗰邊贏咗我真係我雖然知對面個技術力幾咁犀利喂對面嗰、那個已經應該咁講啦嗱呢套嘢如果你話二足機械人嘅即係我一個 balance 咁嘅權我希望就係話你呢邊嗰邊其實起碼追到先啦、即係你唔係一個喂嗰邊嗰個完全係叫做咩高達級數嗰啲嚟㗎喇喎已經係可以參戰嘅真係可以超高速移動咁樣嗰啲嘢㗎喇喎已經係跟住輸跟住都要輸喎跟住我喂我真係唔知你點解要輸喂你慢動作係咪真係咁勁啊你慢動作機體嘅差數唔係決定一切㗎唔係駕駛員才是最勁的嘛不是咩你知不知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我不是囉。但問題我覺得人哋波士嗰部機係快過你嗰部機囉點睇都係。佢有慢動作嘛。你慢啫部機追唔上啦嘛。秒喎。但部機唔係嘛大佬。嗱佢係佢自己嘅體感時間未三秒唔係部機多咗三秒時間喐嘛。部機唔會變化三秒㗎大佬。唔係你落就算落嗰個指令幾快你部機體能力追唔上嘅話呢樣係死。唔係佢要計算埋一樣嘢囉。我覺得嗱，好簡單，我用科學理念嚟講啦。嗱，大家見到佢嗰個距離，一開頭爆咗部機之後，嗰部阿家姐嗰部耳足步行嗰部嘢，縮短個距離，去到佢身前，一秒都唔使。你就算動作幾快啊，你喐個指令啊，你都係避唔切㗎啦。即如果係嘅，你一係就唔該你嗰部嘢，唔好整到家姐嗰部嘢咁勁啦，唔係一係你咁講，部機嘅防裝甲值好高，二十段改嘅，咁擋得到一刀都叫合理。佢見到冇擋嘅，佢係避㗎。咁
咁唔知佢啦。跟住最後又係用埋啲大義理由，跟住話嘩叫醒佢家姐，話喂係咪黐線啊？即一直係講系統零，即係一樣嘢，一直係講系統零嘅一切，然後跟住話俾你聽話，我靠意志就可以搞掂你嘅啦。唔係基戰啊，瑞德啊嘛，行埋去咯，撳就係瑞德咯，好合理喎、啊。呢套嘢可唔可以俾虛冤執到，跟一腳踩落去？算啦，整件事我已經覺得係，跟住哦，跟住話哦。其實有樣嘢咧，之前應該要提一提嘅，佢嗰個 program 嗰個提供人，佢又冇講到係邊度嚟嘅。唔係，總之佢整件事裏面所有嘢咧，其實佢都冇乜點提過、啊、即係總之佢話我話有啦，你講咁多嘢做乜啫？咁冇嘢講嘅咯，呢集可以完全唔使講。佢基本上係嘅，其實你嗱，無論點樣可以解決軍島嘅嘢啊？突然間有多個裝置出嚟咯。跟住話三百人協會無啦啦彈出嚟，又係話哦，跟住我都係講下啫，其實二百都 OK 嘅，其實都邊個贏咗場都冇所謂嘅，神佢唔關佢事嘅啫。點樣解決軍島喺虛擬世界嗰樣嘢，又係無啦啦有條友 send 個 program 過嚟，我已經覺得其實好鬼。其實應該唔得個，你軍島應該 copy and paste 噶嘛，你 copy 咗，你 cut 咗呢個啫，就其他 copy。變咗病毒咯 ，OK 翻，咁全世界感染咗變咗病毒，跟住 OK 贏，你贏咗咁樣。OK 啦，你咁講。但你最終你話整個故事裏面啦，去到而家，去到依度 ，OK， 我跟住哦，大團圓結果咁樣 ，OK， 冇解釋咩？有一樣嘢就係、是，究竟女主角嘅快鏡能力，慢鏡，女主角慢鏡，啊係慢鏡能力有啲咩用咧？即係嗱，我有解釋嘅，但我驚講出嚟就千祈唔好講嘢。係，所以無論整個故事裏面。即嗱，快鏡 OK， 男主角啊，駕駛員能力必備啦，集中嚟當，即係如果調轉咗又悲哀，慢動作，即係俾佢多啲生前時間回顧自己嘅回憶，然後跟住死咗啫。死前有三秒仔俾回顧以前啲嘢。佢主動時間好似唔止五分，一分都變分鐘係咪啊？睇下先，好似係。係一五分，好似係。啊，唔知啦嚇，係。唔係，但係佢如果冇作用嘅時候，佢做咩要做整呢種能力出嚟？佢冇必要講嘅，其實我唔知咯，就係你嗱，好老實講喺5PD 嘅作品裏面，佢提得出嚟嘅名字通常有用噶嘛，幾乎一定有用添啦，直情係你唔會無啦啦提嗱，而呢個症狀我又唔知道究竟你想整個病藥嘅。就咁病藥咪算囉、慢咩鏡頭啫，快咩鏡頭啫、問題佢病藥出事呢會拖累大家，會害死人嘅係咪？但係而呢樣嘢只不過係嗱，佢發作咗幾多次啊？發作過兩次，兩次定三次，都係喺啲唔關事唔關事嘅情況係啊。發作咁咪喂，你不如話佢就咁暈低咗算啦。所以嗱，你話呢套嘢嗱，我睇完之後覺得好頹，我係覺得堅頹。我真係你初段已經悶啦，後面個爆點又唔係話真係咁吸引人嘅地方。咁我睇呢套嘢，即係睇好似睇普通熱血機械動畫咩？喂，我熱血唔起囉，對住三號叫咩啊？咩小石頭打爆大魔王咁樣咁嘅故事啊？唔係有機戰就會用 AR 畫面取代㗎啦，放心啦。起承轉合方面，你呢啲都已經係冇曬啦，你所有嘢冇收尾嘅，點解軍隊要咁做啊？冇人話俾聽，喂大佬啊！佢自己都唔記得咗，佢呢句話俾聽話。我唔記得咗啦，唔好理啦。總之我要整個女㗎啦。唔係大能嚟㗎，即係老實講，即係唔通你同你考試嗰陣時候話，唔記得咗啊，算啦。總之係啲人咁啦，真係。咁佢家姐即係尤其是重要就係、佢家姐有仲有我哋有一個死咗最無辜嗰條友冇講。你都冇提到啦，嗰度。係啦。佢中段就係、佢配返機人步走嗰個段落。是啦、好似做個比較衝擊性嘅畫面囉、帶落下一集，因為佢啱啱好臨尾嚟㗎。但係為死而死囉。咁嗰段又唔係話做得好差嘅，叫做帶到一個衝擊俾男主角，就係佢更加堅信即係可能太陽風暴嗰件事囉。唔係佢嗰個係俾佢堅信，就係話軍島報，即係佢想阻止佢睇軍島報告。而跟住就係因為咁樣又暴走咗，即係當然佢肯定係特登嘅啦，呢條友軍島條肯定係特登嘅啦，特登嗰段時間先整個暴走出嚟咯，加深咗男主角對呢個假嘅信息嘅個印象咯。
但係跟住其實最底線就係咩嘛？跟住佢唔係即刻攞翻個報，即係佢唔係即刻攞報告嘛？跟住隔幾日先去攞報告嗰下先頂人啊嘛！咁傷心噶嘛？可能嗰陣嗱，如果個嗱嗰陣時嗰個地方可能俾警察圍住曬咧。如果加上上司啱啱解封，喂大佬，佢死咗之後佢見咗佢跌落去，然後跟住你應該即刻攞報告啦。因為如果嗱好話唔好聽，如果家姐個上司係 boss 嚟嘅，我知道即刻鏟佢啊，成個森林燒毀曬，咁你即刻冇哎呀咯，即刻真係係咪先？得噶嘛？跟住佢第二次去嗰陣時，跟住就係見到好似頭先咁樣，有馬見到個上司，我都唔攞，啊下次佢再攞。哇！上司你等咗咁耐，肯定有嘢嘅，整諗呢個先，我即刻。真係，即係當然你話整，即係呢個故事裏邊我都係講佢啦，角色同個故事大部分時間都係冇拉楞嘅，而個故事嘅拉楞佢喺邊咧？冇人答到你，至少動畫裏邊答唔到你。牽強啲咯，佢角色同角色之間嘅互動又唔係話真係好強。反而你話佢係啲支線，不過啲支線都唔係做得好啊！啲支線都係你就你意思係講緊回憶嗰啲啊？回憶又好啊，或者阿純和同阿 Doctor 之間點樣解決啊？嗰啲個機械人嗰、那個機械人個事件嗰度、啊，其實都係好流於表面嘅。其實即係老實講，機械人個主題其實好弱嘅，我覺得咁依一套作品裏邊，即係你又冇講機械人點樣去實現異足。即係老實講，如果你話係哦點樣去實現異足步行嘅話，我有興趣睇喎。其實真係。即係你有個咩嘅理論去實現？你啲對啲設定控又好有興趣㗎嘛？你起碼就係、是、喂，起碼俾我睇咧，真係一個學步嘅奮鬥故事啊！咁然後跟住再慢慢就話，哇，咁啊完全唔同形式㗎咯喎！原來跟住實現咗異足機械人之後，然後跟住就可以阻止呢個世界嘅危機，哇！跟住就係高達降臨於大地咁樣，哇 ！OK 咁嘅事咧，唔係佢咪預知咗世界有危機，所以先至揾人整機械人出嚟。喂，咩？人哋又係參加世博啊，唔係預知世界危機啊！成個故事咪完啦。嗱，如果咁樣嘅報質，嗱講笑嘢呢個報，係家姐發現咗世界危機，發現咗軍隊呢個人，留低咗一個設計圖出嚟、嗯，就係為咗未來對付呢個大魔王而做嘅，好似 A G 咁樣，不過 A G 係垃圾嚟嘅，我都明白。但問題佢會知道咁嘅樣喎，冇用呢個做基礎，然後跟住。等呢個機械人學步，一代接一代咁樣，就係為咗完成呢、這個喺呢個世界末日之前完成呢個機械人，然後跟住交到佢阿妹手上呢一代，終於完成嗰個機械人。勇者王，然後跟住拯救呢個世界，哇！咁故事咪搞掂咯？唔係咯，但唔係喎。你講咁好聽啫，實際唔係咁樣嘛，真係。我講嘅，快啲就去編劇啊！係，所以故事啦，即係呢個啦，即係我見好多人網上評價就話呢套其實啲人話覺得呢套 Silent 機係最好啦，當然係、嗯，跟住就排呢套，跟住就排Cowset 仲差啲添。嗰套唔係正常睇嗰度算啦，我。但係呢套你叫做啦，整套係好平淡如水，同埋就最終令最平淡如水，即係去到最終係插水咯。佢好多嘢都冇解過俾你聽咯，佢話有就有咯。我唔接受一即係佢。5BD 喺呢個空泛科學嘅架構裏面，佢擺咁多唔解釋科學嘅嘢，唔解釋唔科學都唔解釋。我唯一裏面叫做佢應，即係我可能我科知啲少啦嚇。我唯一我即係最明顯裏面先明顯到嘅就係丹尼子嗰個嘅理論。嗯，同埋丹尼知唔知邊度嚟嘅就係、是？唔係佢即係嚟邊度嚟咯？將一粒磁鐵，你如果分開咗兩塊兩邊啊，咁佢一定會變咗一邊南一邊北嗰、那個正負磁嘅。咁但係如果單詞嘅話，佢就永遠都係保持一個嘅。嗯。咁當然我唔知點樣產生嚟呢樣嘢咁你起碼你有，好似有啲少少嘢。我上網都 search 過係有呢個咁嘅理論，但係冇存在過呢種物質。咁、你空上科學咁 OK 翻咯呢樣嘢咪，但係其他唔係啊嘛。阿大佬。咁好正常嘅機戰都有 EOT 外星人技術先對機械人嘅，咁冇嘢嘅又。你當係用咗外星人技術整咯，即係好似山機咁樣大量應用咁嚴謹咯，可以係咯，我覺得有少少打醬油咯。係啊，即係佢話有啲好多嘢，佢都係話有就有產生出嚟，佢又冇咩解釋過咁咯。所以故事嚟講，我覺得你話我三套都睇過嘅動畫嚟講，我會排呢套係尾咯。尾咁慘啊！仲需要粗set 嗱，應該粗 set 癲得嚟，你話就我都睇得明你想講乜嘢嘛？你都睇得嚟，你想講啲乜嘢啊？但係呢套真係睇完之後，我覺得話一個熱血奮鬥機械人救地球嘅故事，我唔接受一個沙洛咯。哆啦 A 你嘅審美觀問題，嗰係哆啦 A 夢啊！想講沙洛，哆啦 A 夢咯咩？所以
我建議咧，可能都係真係玩咗遊戲先啦嚇呢套嘢。就是、我唔知，即係我真係想知道話有冇即係聽眾如果有玩過遊戲，話俾聽，究竟呢套嘢實際上其實係講空想科學，講邊一樣嘢嘅先？唔係，同埋就係我想知，反而係遊戲同動畫會唔會有出入好大嘅地方，或者係 cut 咗好大，令到動畫嘅觀眾唔明嘅地方？我都係質疑緊咧，最後突然間話軍導變咗最終 boss 咧，我覺得係咪劇本癲咗定會有人咧？真係，因為同前面完全唔夾嘅真係。啲不不如算唔夠。咁呢個就唔知啦。呢、這個唔係相信，我覺得相信軍島係佢。我諗讀，我諗遊戲都係咁樣寫嘅。但係佢可能有機會就係有啲地方佢動畫冇做到或者 cut 咗個片段，變咗係變成就斷片咯，斷咗某啲嘢咯。即係可能要等啲玩個遊戲嘅聽眾同我哋講講，最好留翻幫你補完。就算唔打評論咧，你揾到啲咩拎話俾我哋聽，我哋都想睇翻緊呢套嘢係講乜嘢。因為我會遊戲，我一定唔會玩㗎啦。其實就，但我至少想知究竟套嘢係講乜嘢㗎。其實唔係，我就係想知佢頭先都話俾你聽咯，你唔接受啫嘛。我不能接受呢個咩故事啫。好，咁今集時間去到呢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拜拜。